练剑啊，开始练剑要练这个圈，要练这个圈。好，像在这个地方，你看这个翻是剑尖翻，剑尖翻，不是剑身翻，不是这个，好了吗？不是这个，不是这个，是这个，这个。在这里翻，不是这个翻，不是这样子，懂不懂？你们现在大部分在练的，在这个地方翻，你都是在翻剑身，啊，不是是，这里，在这里翻。懂不懂？有变化的，你看，不是这样翻，懂不懂？这是剑很重要的一个功能，这剑很重要的，哦，你拿着伸缩剑，这个剑啊。这个剑的变化就在这边，你看它的变化是在这里。当然也有用剑身的，那我在这边，我这样就是用剑身去逼它。而它在走的时候，剑走轻灵，轻灵在走的时候是走这个，它是走这个，它是走这个，它是走这个，懂不懂？是这里，它是这里的变化，所以你要有这个。要有这个，懂不懂？要练习这里，不是呵呵，不是这样子，也不是这样子，这样子，啊。没有，要一个八，这样子，那你的后面也是一样，你看后面，我做大的话，我翻大，我的后手，你看，它就变成这样，我翻圈大就是这样子。这个的中心点是在这边，在这里，你看，我做小也是一样，你看，我做小，这样子。好，去试试看，你拿这把会不会太重？太重你就要用哪里？用后面，用重的地方做。重的剑，你现在是这个地方重嘛？这把剑是这个地方重，你做那个翻，做那个八，就用这一段来做，你不要想着这一段。你在这个手上面，你看我就这样。他就走了，你想这一段，你就在翻这一段，他就翻了，懂不懂？你不要想着翻这一段，你试试看。如果是前面重的剑，那个剑如果是前面重的，你就要用前面翻，前面做，啊。如果是这样的，前面重的，你前面重的，你就要用前面，你看，你就要用前面重，用它的重来做。
动。眼睛要看，看着眼睛要看。还有一个要提醒，练剑啊，是练神的，所以不要离开肩，眼睛不要离开肩。这个肩不一定是这个的肩，比方我在这个地方，我的肩在哪里？在它的延伸，在这两个的延伸那个点，听懂？我在这里就是这个肩，啊，所以眼睛不要离肩，啊，它是练神的，啊，还有它不是练剑跟练其他的兵器不一样，它用的精力比较少，它用的精力。比较少，所以这种筋的这个力量它比较少，它是放松的，它是用气比较多，啊，所以它这个出去我比方我就算这个出去，伸展开了，可是我用的力量不是像练拳或者练，不是把筋绷起来的力量，是把筋松开放出去的力量，听不懂？啊，所以很多时候像这个起来，啊，这个就是松落就好，而不是像练拳一样要崩开，不是，就是八试着出来，这都是松落，不要撑，晓得吗？这是练剑，我应该讲这是练道家的剑，是这样子。啊，去试试看。